主冇進步，我可以話啫，係有嘅，至少比秦始皇嗰陣時係好咗一啲。秦始皇讀書蝦苗啊，真係將人工喺個泥底裏面啊！而家就喺個泥底度做，而家就喺互聯網度做。啊，以前你用寫嗰書，書竹簡度先拉你嘅，而家咧鍵盤度打幾個字咯，都拉你。即係我唔知係進步咗定退步咗呢啲真。咁我覺得秦始皇進步啲，起碼喺度坑嘅劉偉強啦。嗱，我睇下佢民主呢條路要行幾耐，由絕對嘅獨裁專權轉到民主咧。在東歐呢是用了兩三年的時間行完了，在南韓呢就行了十幾年，在台灣來說呢就行了十幾年，我們呢就已經行了四分一個世紀了。那有些人就說，喂，現在不爭朝夕，我真的不明白什麼叫不爭朝夕，因為毛主席說一百年太久只爭朝夕，只為什麼要只爭朝夕，因為一百年太久人是沒有長命的，我們會死的，這一塊為了人說不爭朝夕，不爭朝夕就是一百年不久，大家是不是認為去到2047年再等多9950年是很合理，然後才有民主，這樣就叫循序漸進，那不是叫循序漸進，這樣呢是叫做不進，這個呢是叫完全不進，是不是啊？即是民主未必是萬靈的，即有民主不等於沒有窮人，一樣會有貧窮問題，一樣會有很多社會不公義不公平的事，但民主是一個基本一個文明社會的制度嘛，我們要所有人不用流血，我們都推翻政府嘛，不用有機關槍，不用有刀斬人嘛，不用有打仗嘛，但是香港現在還沒逼出個區議會方案，100年前的市政局都已經有民主，有民主成分，今天還在說區議會應不應該有委任議員，還在說區議員。梁家傑來了，現在上台到大家說話好不好？
案，可以俾220,000，包括公司票、組織票嘅功能組別否決。香港係多數服從少數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出嚟講清楚，我哋要取消功能組別。好，咁有好嘅政策，我哋有民主，然後民生先搞得掂嘅。大家睇到呢個關。